职业系而已。哦，不是啊，我们要撞啊，直接抢，直接抢。我现在都开友谊赛，这个游戏也没有暗杀这件事情嘛，所以其实要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也没有针对吧？现在应该很难针对吧？听起来简单说就是剑骰另类收回是另类的玄武，怎么说另类的玄武？哎，渣男，早安，拜渣男。我最近都会看得到你，还蛮神奇的。谢谢渣男愿意点进来一下，那你进来能不能先给我一个赞再撤？谢。长枪可以取代剑吗？我还没用过长枪欸，可是我觉得蛮难，我自己就觉得蛮难。嗯，先这样吧，很好。哎，章鱼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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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个自爆，他现在有收魂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打死不要给他那个蝶心。没事没事。妈的，想说出星闪埋下通灵阵，结果干给我两颗升级，请叫我十等升级到香啊！哎，升级现在不强了吗？升级现在不强了吗？嗨，香槟酒，谢香槟酒，让我今天破蛋了，感谢感谢，很香很香。我是不是这个时候继续来偷一下，再来偷一下，不香吗？升级现在已经不香了吗？昨天九阶白虎，今天就后悔了，好难用。不会啦，你看我现在玩得多开心。现在抢了攻击一等一的吧，对吧、啊？可是却又被砍第二次啊。另类熊因为血量也跟熊差不多哦，可是要叠起来才有那么厚吧？要叠起来，叠起来，没有叠起来厚得了啊。然后勒，我打死不能给你那个，给你那个就太亏了。每一秒回复啊，烦勒。好啦，玩一下，看一下如何。看右上的三小，左上的三小，玄武自爆好爽，香。枪剑同 nerf 都没感觉了，剑也有哦。你说的是普通剑而已吧？普通剑而已吧。嗨，玉生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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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来一个，好啦，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把它升满。可是我觉得。好，先这样子 ，OK。中间放玄武，旁边三个字疗，白虎剑枪现在这样放，对吧？可是我找不到玄武放的点，我一直想找，可是就找不太到，对吧？阿尔比人现在在你的影片后直接下载了，阿尔比人真的不错，真心不错，有了，这才是白虎嘛，对不对？哇靠，等一下，可是阿尔比人，我自己看后台的状况好像有点不妙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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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自己看了一下 YT 的观看数，也都蛮不妙的。阿尔比恩太好吗？因为我没刷通知，所以我也没看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也没刷通知哦。你说 YT 没给通知？等一下，先关。应该我短期内上太多片了，所以他通知上的比较慢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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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你等一下，应该通知就出去了。哇操！一百五直接丢那边，扛得住吗？扛得住吗？扛得住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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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写作业，掰掰写作业，掰单推。你有打算白虎骰子放特效吗？特效我这个人就还好，对我本身就是对特效还好的。如果要常玩会啊，目前看情况，哇，有玄武欸，有玄武欸，小麻烦。哦，那这样我干脆就。啊！我直接用玄武去定你的白虎就好了嘛，可是要定得住才可以。最近直播通知跑很慢，影片跑很快 ，YT 又改了吧 ？YT 又怪怪的了 ，YT 又怪怪的了。可可可可可，给过给过，玄武啦，玄武啦，对啦，玄武去定白虎就好了。你必须要打掉我的白虎，打掉我的玄武，你的白虎才能够动。那你打掉之前，我就准备要动了。好，这边再开一个 ，OK。白虎要放在玄武旁边才有用的，为什么？怎么说？你让我分开也是 OK 不是吗？哎、欸，玄武要放在白虎旁边，有啊，我玄武放在白虎旁边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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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有了，打掉打掉打掉，小危险。然后是再开一个，哇，这里有这个、欸，有点小麻烦，先开吧。然
后这里颇危险，颇危，防护罩，孤立起来放，孤立起来放，什么叫孤立？他单独放谁打他？同样转弯被跳过，然后跑去储值了奢侈吧。为了这个奢侈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谢欧皇，是最近有要出什么东西吗？最近有要氪金什么东西吗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抱歉，玩这个游戏真的是比较容易忽略大家，真的真的比较容易忽略大家。那个是这个，然后再一个白虎 ，OK， 好，都不动。然后是剑幻狂暴比较好，我剑是为了跟白虎搭剑，哇操，你这是三小啊，六星。走，大头下板让我吗？抢啊抢啊，抢就对了，抢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抢就对了，金宝宝金，大头走，早安伊利亚，早安早安早安。时间改了之后突然不会组队了，对，这就是这个游戏有点崩溃的地方。只要有个东西被改动了，这个世界仿佛就变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变得很大很明显，超级明显。这个很像有一点小危险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只处理掉？这只如果处理不掉，我们什么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先把这一只玄武弄爆还可以，然后能不能打得掉狂暴跟，哇操，狂暴打不赢我的天，狂暴七星比白虎还扯真的假的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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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出事要出事了兄弟，要出事了，我这边没有放盾对不对？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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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能不能用剑去压制你的那个？试一下，就用看我推荐白虎月亮族，可，给你的建议，玄武不要到期，为什么？玄武不到期，有没有一句话的建议？求解求解。有了，先把他打掉。哇操！哇靠，这狂暴好可怕啊！狂暴怎么那么恶啊？那我要那个喽，等我一下。我的萤幕很迷糊啊，抢个灯啊，抢个灯，抢个灯。你卡两颗四圣很尴尬，两颗四圣怎么说？哇操，他有一个啊，干丁老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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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这里要怎么救呢？我没想到狂暴这么强狂暴强成这副德性。我没有一个骰子可以偷打他，好吧，就赌赌看喽。高中化就可以再拿一点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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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直接被打烂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打掉！哦，我操！只要你那个狂暴没了，就赢了。不是吧？不是啦，同学，你的白虎有点强差一秒钟干，差一秒钟我看一下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白虎打烂，把他的狂暴打烂，好。